my youth, for my future. I just want to rise up stronger. Where am I right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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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끝이 없던 긴 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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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밤. 날 입어 가운다, 땀 밑에 가운다. I won't miss it. Now or never. 많은 걸 보겠지, 다들 말하는 청춘이라면. 수많은 욕을 잡아내지, 날 만만하게 봤다면. 열봉용 광로의 광석, 더 단단해지는 감성. I know it's gonna be lonely, cause everyone keeps turning me down. Countless new surroundings, cold eyes keep looking me down. I'm still in the crowd, alien of the town. Yeah, they want me to give up right now. Making me laugh is so loud, waking the demon that's hiding inside. You only get to live one life, I know. Tossing, turning in my bed, the voices in my head again. I gotta shake them off now. Now or never. Living you, I see so many people come and go. I see the mirror, it's only me. Even though it's taking over, I'ma let it go. I know it's gonna be lonely, cause everyone keeps turning me down. Countless new surroundings. Don't step ahead. Go right in front of me. 긴 점 사진을 다시 붙여나 밀어내도 원래 그랬던 대로죠. 위를 달리고 날 서 있는 곳에 맨몸으로 맞춰 감히 또 와도 I'll be right back. Gave up my youth for my future. I just want to rise up stronger. I'm gonna lift my听到的歌曲来自韩国 Stray Kids Social Path， 再加上这个女生的声音你应该非常非常熟啊，如果你也热爱看动漫的话，就是 Lisa。 2:11回到第二个小时的飞碟有一点，我是欧马克，我是玛丽，她是戴着我的帽子的乌玛丽，那是我的。好了，要感谢呢，在圣诞节就很多很多的听众，现在他们自己都有做品牌啊，或者自己也许有自己的手作，那这个手作可能是吃的，可能是穿的，可能是用的，然后都会借由这个时间啊、送我们一人一份，非常非常感谢大家。피곤한 생각만한데 오늘 난 눈 문자 속에 새로 산 티셔츠 그리 기쁘냐 이제야 난 알 것 같아 Gonna bucket 부를 거 2X 빠빠빠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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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그 좋아했던 립스틱 싫단 말해버린 널 좋아했던 좀 이상해 왜 둘 사이에 너만 너만 보이는 걸까 난 까다롭고 힘든 아이라 그런 피곤한 생각만 한데 오늘 난 눈 문자 속에 새로 산 티셔츠
그의 기분이야 이제야 난 알고 같아 Gonna block your booty my 2X 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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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na block your booty my 2X Fuck your booty about 2X Ba-ba-ba-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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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na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泰妍的 2X， 那这个是给 Twitter 的歌吗？ 2X， 最近呢，因为在念马斯克传嘛，在星期天下午的马克说书的时间，然后就会发现马斯克这个人对于 X 这个字母有激进。奇妙的痴迷，他就是喜欢 X。从他最一开始在创PayPal 的时候，他其实在最一开始在创他的那个地图服务的时候，他就很想要叫 X。可是旁边都会有一只人告诉他说：“你知道 X 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 X 是什么意思？你可能觉得 X 是 extreme 很极限的意思，但也就是因为这个极限，所以 X 常常都是。XXX 就是很色的那些东西，就是很不 OK 的那些东西。就他今年买了 Twitter 之后，他真的把 Twitter 改名叫 X。我的 Twitter 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更新，我不想要让我的手机里面有一个 X 的图像，我还是想要有那一只可爱的小鸟。更新之后那只鸟就会飞走了。对啊，一更新就是飞走了，好笑哦。Diamond kiss head to toe Sunshine, got the glow Need you that never go One stop, domino That's how quick you make me fall So in love, yeah, it's so warm Yeah! How many loves do I go through to find you? How many heartbreaks I take just to get to you? How many loves do I go through to find you? How many? Fast forward What's happening, girl?
알지 하는 거 난 아는 거 나 하는 거 다 다른 거 누가 누가 가르치나 따라세요 미나 깔려 아래 위가 I'm the wireless queen now 그 살림 보지 마 눈을 감아 어딜 가나 들릴 테니 그래 막아 그래 you and I do I 그래 뭔가 말든가 그 뻔한 말들 언제나 날 수 없을까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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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ning Something's coming, coming, coming S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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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ven On and on and on and You know what? I know one solid one. Woo! Can I ride? Back it up, drive a mode. Kiss of Life, Bad News. Back. Can't take it down. Thought I
없이 불러봐도 난 다시 한 번 더 외쳐 난 너의 그림자처럼 붙어있어도 so 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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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영원히 이렇게 지낼 수 없는 난 I'm catching up. 난 눈을 감아도 oh. 너밖에 안 보여 달려가조차가 불가능해도 oh. I'm catching up. 2:48，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有一点，我是欧马克，我是玛丽，嗨嗨嗨嗨，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啦，妹妹爱漂亮的时间。那最近呢，因为可能是天气，我觉得还不算真的是冬天啦，真的是我觉得台湾的换季的暧昧期都拉得很长很长，所以那个皮肤的问题可能你也会拉得很长很长很长。接下来呢，就是前一阵子是用魅脸的粉底液，那之后也会在 IG 跟大家分享魅脸的粉底液，但是我必须要说它真的是在我进入秋天的时候用到觉得非常精彩的粉底霜，或者你要叫它粉底霜，嗯，因为知道魅点已经很久，尤其你在经过各大的，也许是屈臣氏啊，或什么开架的，你一定会看到魅点。可是因为它是广口瓶的，首先你在一个开架式的试用，你要打开广口瓶用，首先你就要承担一定的心理压力的风险，除非你真的是很大胆。再来就是也未必，就是有些开架上面的罐子就是会不翼而飞，所以你也不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色号。那之前呢，其实我已经有听说过魅点的粉底液也是开架里面非常好用的粉底霜，就是我迟迟都就自己要试用的，或是那个公关品我自己又用不完。然后这一次正是刚好他们早上合作之后第一次试用，惊艳到不行。就是如果你是喜欢有遮瑕力，可是它又是带点雾面的妆感的话，那你应该会很喜欢魅点的粉底霜。我用了这几次之后，就只要用完出去，大家都会说你那天看起来就是很水的感觉，可是又不是油，哦，我觉得它真水，它是蛮谢了，它是蛮适合接下来天气慢慢变冷的时候来使用参考的。那之后呢，也会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你也可以再等我的 IG。但目前试用就是觉得蛮赞的，推荐给大家。如果你有经过，你可以试在手上感受一下它的那个质地跟遮瑕的效果。那我要推荐一个，其实我已经拖了很久，嗯，我一直想说要在 Facebook 发文，嗯，就厂商没有找我业配啦，嗯，只是我用了以后发现，嚯，我怎么现在才遇到它，嗯？就是我命定的保养东西，嗯，啊，我是个不保养的人嘛，嗯，所以用了它之后呢，就会发现我的肌肤回到了18岁。你喜欢这个产品已经从你说要发文到现在已经过了真的很久了，可能一两个月了吧，嗯，对啊。然后那时候我本来想说，因为它不是一个很平价的商品吧，嗯，然后想说哦，可能趁周年庆大家可以用啊，周年庆也过，趁双十一可以用啊，双十一过了，趁双十二可以体验也过了，过了都过了，双十二还没过，双十二各位，这个东西呢叫做修丽可，嗯，然后修呢是修杰楷修，然后丽呢就是苗可丽嘛，反过来修丽可，嗯，之前啊在玛丽的 IG 上面，是 IG 还是 Facebook 上面啊， IG 上面就是有直播，然后我用了以后，我其实我就觉得它就是黏黏的嘛，嗯，可是呢因为在那个什么直播的时候，嗯，当然厂商客户他就是不希望你讲黏黏的这两个字，因为黏黏大部分是给人家比较负面的感受，但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它就是黏黏的，嗯，但是那个黏黏的就是在修复你的肌肤，你用，欸，我没有跟你夸张，我用一次，嗯，好，算直播一次好了，嗯，然后可能隔天我用第二次，嗯，第三天我的肌肤回复到我17岁时候的肌肤，好夸张，哦，滑到不行，谁认识17岁的你，我啊，嗯，我自己啊，我就是我自己有这种感觉啊，嗯，我真的是完全吓到，欸，嗯，然后后来我就是没有天天用，我就可能一个礼拜用个又犯懒了，是，嗯，我也觉得那好像不用天天用，欸，嗯，就我一个礼拜我可能用个2天，嗯，然后只要每次我洗完之后我再摸我自己脸，你现
知道很多人说什么又蛮鼓励的感觉了吧？真的是很不一样哎、欸，因为对于一个没有保养的男生的脸，就是摸会粗粗的。可是我小时候的肤质是很好的，然后干性肌肤，只是差在没有保湿，然后现在长大了之后，你就是会有毛摸起来毛孔啊，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啊，长期就是一直在沙沙的啊的那些。可是修丽可，你用完了一次，真的一个礼拜两次之后，你下个礼拜感觉我真的去洗掉它之后，就觉得恢复到年轻时候的肌肤，很夸张。不晓得他们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快闪柜，或是他们真的会进驻柜点、那个的确是很，我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试用看看。但我也要说啊，这个只是我自己试用，我觉得这是我的命定。然后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是不是啦，可是对我来说就是命定。然后也要跟大家讲说，你不要害怕那个咻咻的那个黏黏的那个感觉。对，可是这个很难要大家都有这样的同理感，就是有时候你觉得黏，它不代表，当然有的黏就是它比较跟你不合，可是有的黏它不是就是不好的意思这样子。对啊，就黏不是不好啊，真的不，真的不是啊。然后、还有第一次的时候特别黏，因为你从来没有使用过嘛。第二次的黏度就降低了，第三次的黏度又再更降低了。对我来说。然后如果你还好奇一些新东西，或是你喜欢理肤保水的话，下星期一我跟马克也会开直播然后我们会介绍理肤保水，主要是它有一款新品会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如果你好奇的话呢，也可以锁定下星期一我们的直播。再来就是冬天，如果你想要熔蜡灯的话，卡提亚叔叔正在开团熔蜡灯 Vana Candle。 我觉得如果你有在听马克信箱的话， Vana Candle 是在一开始这个品牌初期就找广发 Podcaster 的合作。那个时候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介绍过，然后他们，我觉得他们后面的资本应该也是蛮雄厚的，马上在东区开店，然后在什么南西成品也有、啊，对对对，也开店。然后一开始他们主打那种什么，因为从瑞典来的品牌，所以他们的香氛呢都要走这个瑞典的城市的味道。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放弃了这条路线，他们开始发一些大家能够直觉知道的路线 ，Rosie 啊，玫瑰香哦，就是。然后，当他们放弃了原本路线之后，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变好闻了，变得更好闻了，就是比较接近大家的感觉。对啊、那这次卡提亚主要想要开的是熔蜡灯啦，是因为卡提亚本来就很久以前他很喜欢玩香氛蜡烛，那他也很喜欢买香氛蜡烛，可是自从有了 Vana Candles 的熔蜡灯之后，他没有。Vana Candles 剥夺了他再买香氛蜡烛的乐趣，因为他甚至可以多到就是我去他家的时候，他说来来来来，柜子打开啦，你挑一罐回家，送给你。因为用了熔蜡灯之后，蜡它不会减少，它就一直这么满，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有了熔蜡灯，然后 Vana Candles 的熔蜡灯是很木质调，很有质感设计的，你有了一台那个以后，你买了蜡烛，然后这个蜡烛你就是找你最喜欢的香味命定蜡烛，你可以用一辈子。撑过就不需要被保护，一辈子是不是有点过分？我没有跟你夸张一辈子，因为你会用它的时候，大部分。就算365天，你可以用10年。哇，自信的眼神，真的放心。他那个真的不会减少那个我怎么看？我每天就是看他，就都在那边。对啊，你溶掉了以后，它变成水嘛，然后它就凝固了。你冷却以后，它又凝固了。我再溶它，它又变成水。再冷掉，它又凝固了。它永远都这么高啊。有点困扰。反正很省钱了，详情都可以看看卡提亚老师的限动啦，他介绍的很详细，就是 IG K A T I A S U S U 卡提亚叔叔。等待并赐予我全力以赴，不要乱讲，怎样？乱回答，怎样？刚刚哪是讲魅比林的粉底液，我说的是魅点，魅点，气要抢答，然后抢答错。愿我还能相信谁？愿我始终有人陪。愿我看见不远处仍有一双手
哦，他问的是我刚刚说那个回到十七岁啊，修丽可哦，修丽可他用的什么 C 的那个咖啡色瓶，他一个是用 C， 然后另外一个是用，我没有另外一个绿色，你都完全没用了，比较少用。我主要我想要推的是那个 C，、嗯、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那 C 真的是要用完，赶快用完哦。他开的就是跟时间赛跑。好了，再见。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的《愿我》，愿我会把它用完。再见，再见，大家再见哦，明天见。